年兄，年兄，今年献考，我等侥幸取中，大家都是秀才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是秀才了。今日宗师周大人离县，我等长亭相送，请看什么？为何不见范念兄？啊，列位念兄，念兄，范念兄家境贫寒，像是他家又是无米下锅，到亲友家中借贷去了。我们不要等他，不要等他。如此，我们长亭等他，请。前面鸣锣开道，像是宗师起轿，我等迎上前去，请。臣秀才为好功，假知识非学历，不孝文犯共从恩师大人，众贤妻免礼，谢恩师。你等理应在家好好用心读书，何须远送？门生等理应如此。啊，范贤妻也来了。恭送恩师。范贤妻，你多大年纪了？门生今年30岁了。门生名册上报第30，今年依然54岁了。本院看你须发苍白，但不知你应考多少年了。门生自16岁应考，如今考了整整38年。哦，38年。啊，范贤妻，在你交卷的时节，本道将你的文章看了一遍，只觉得是乱七八糟，不知失了些什么。门生的文章本来是乱七八糟啊。本院看你年纪大了，又念你一番苦旨，本道将你的文章又看了3遍，方才看出贤妻的文章是奇臣专合，均有发度，一样顿挫，字字珠玑，可算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啊！故而
在你文章上面弄权你点，将你高高取住了。多谢恩师。我看先期的文章火候一到，明春乡试必能高中。你等回去用心攻读，想着功名居业全靠至诚忍耐，若是半途而废，就要前功尽弃了。多谢恩师指点。瞬间恭送恩师名。啊，列位念兄，念兄，周大人将范念兄的文章看了三遍，真乃是有心之人呐、啊！是啊，啊，列位念兄，念兄，我看范念兄进库是一定要中的了。真简的，你们可知这位周大人也是50多岁方才高中的？我们进长的世界。这位周大人坐在堂上点名，他那两只眼睛专往有胡子的脸上看，看来看去 ，no， 就看到了范念兄的身上。像他二人，一个姓周，一个姓范，又道是这一周一范，当时来之不一样。小了，请向我反省，考了整整38年，不曾得中。不想今年进士中了，从今以后我就是秀才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范同生，秀才，哎呀呀呀，这秀才比童生倒是好听得多呀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不免回得家去，将中秀才之事报与母亲娘子知道便了。
放在哪里了？什么啊？38年前买下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大街之上，是我将它找了回来，待我将它放进笼内。啊，相公，你可曾用饭？这个，待为妻前去。哎，走着走着走着，哎，那不是范大嫂吗？范大嫂，请回来，请回来。二位大哥，范大嫂，你交给我们那10双草鞋给您卖了，换了20升米，拿去做饭去吧。多谢二位大哥。不客气。二位大哥，请进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老伯母，范大相公，我儿他中了秀才了。我们在集上都听说了，特地给您道喜来了。大家同喜。啊，母亲，是才二位大哥送来的米，待儿媳前去做饭。啊，儿啊，昨日母鸡生了一个蛋，待我将它烹制好了，与我儿和喜。哎呀，它废了吧？有废就废点儿吧。是啊，范相公，这就好了。如今您是秀才了，赶明儿找家家管教教书。是啊。每年赚他几十两银子，这万后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。哎，我那恩师对我言道，我的文章和后一道，叫我明年去应乡试。怎么着，您要到省里考回乡试，中个举人呢？那您呢，就跟张敬斋张大老爷是一样的身份了。怎么说，您要为官了，做吏了，买房了，置地了，穿绸了，吃油了，骑马了，坐轿了，鸣锣了，喝道了，你要刻石碑了，你要修祖坟了，你要拿板子，你要打穷人了。范相公，我们哥俩呀跟您闹着玩呢。哟，天儿不早了，范相公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跟您告辞了啊。二位慢走啊。哎，您留步，您留步啊，我们走了。慢走啊。哎，您留步。走道瞧着点儿，往哪儿撞啊？哎呦，没瞧，没长眼睛啊！哎呦，岳父，哎，我真倒霉，把个女儿嫁给了你，也不知道我积了什么德，你才中了秀才。
这不，大壶酒，拿点肠子，恭喜你来了。岳父亲近。哎，亲家来了。哎，来啦，这是酒，这是肠子，见开就得，我都煮好了。我知道你们家连酱油都没有啊。有劳亲家花钱。岳父亲坐。我说范进呐，岳父，如今你中了秀才了，可就是有点身份的人了，凡事啊都要立些个体统，像门口那些种田的拾粪的，不过是些平头百姓，你跟他们也拱手作揖，平起平坐的，那可就坏了学里头的规矩。再说了，他让我的脸上他也不好看呐。岳父见教的是啊。哎，这话呀我不得不教训你，过两天给你找家家管教教书，一年呐能挣上那么十几两银子，也好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妈跟你的老婆。爹爹来了。哎，来啦。爹爹相公请到后面用饭。你也来吃点吧。哎，我这女儿啊，自打进了你们家门连猪油都没吃过，真可怜呐。爹爹，你也来吃点儿。快着点儿啊，什么事儿都这么慢慢腾腾的。秀才在我的家中开了几次文会，看今日天时不早，众位念兄相必来也。啊，念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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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念兄啊，范念兄，大家用功喜读起来。哎，范念兄，你为何背地呻吟啊？念兄，眼看相识已尽，小弟手中无有盘费，故而在此烦闷呐。啊，列位念兄，念兄，范念兄家境贫寒，此去深沉，少不得要三两银子，我们大家帮
凑帮凑，小弟我这里有1000银子，就送与范念兄啊。家中有事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哎，我这里也有1000银子，也送与范念兄，我也告辞了。我也积聚2000啊，列位念兄，列位念兄。啊，范念兄，小弟这里只有3000银子，就送与范念兄吧。啊，范念兄，你可有什么亲亲故旧，活不到他们那里借贷一回？只怕他们也是不肯呐。范念兄，你幼年之时曾与张金吒一处读书，活不到他那里借贷一回？这个，什么这个那个，功名大事要紧。走走走。门上有人吗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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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什么的？本臣秀才魏好国，范系求见张老爷。怎么着，要见我们老爷？瞧见没有，这府门口车来轿往的官员甚多呀，这儿站着可不成。哎，那边站着，哎，那边站着。哦，是是是。有请老爷。天云野鹤体态，可化则聚于身矣啊！何事？本城秀才魏好古范进要见老爷。哦，魏好古范进，哎，正是。想是借贷而来，嘿。我看有这么点意思。对他们去身，我与陈大人去至望江楼上饮酒赋诗，不在家中。哎，是嘞。转来。哎，在这儿呢。糊涂户可曾来过？来过了，正在厨房跟老王算账呢。对他去身，前臣送来的肉里面骨头甚多，年终结账之时扣他2斤肉钱。哎，是了。快去。哎，是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我们老爷跟陈大人到望江楼饮酒赋诗了，不在家中啊。这个。哎，我说糊涂户。我说糊涂户，上回你送的那肉啊，骨头太多，年终算账时啊，要扣你1斤肉钱。没有骨头啊。什么没有骨头啊？是没有骨头啊。没有骨头。哎，这什么没有骨头、啊、嘿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白白扣了我4斤肉钱。哎，阿岳父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是找我吗？寻找岳父商议一事啊。有什么话在这儿说。啊，岳父，眼看相识已尽，小婿手中无有盘费，不知岳父可肯借我么？借多少？
再有二两纹银也就够了。二两？呸！你得了吧！刚动了个秀才，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我早就听人家说了，你中的秀才还是人家宗师大人，看你老了，才舍给你的。怎么着？刚中了个秀才就想中举人？哦，当大老爷呀？那老爷那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你瞅瞅人家张府上那进进出出的官员们，一个个方面大耳大，你瞅瞅你，你瞅瞅你，这副尖嘴猴腮的样子也配当老爷？哎，一来呀就管我借钱，二来还是管我借钱，我这钱他扔水里头还能听个响儿呢，要是借给你呀，我连响儿都听不见，你呀死了这条心吧。啊，岳父，嗨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这是哪里舍弃？
交了7000银子。我就是这样的前去，纵然受尽千辛万苦，也是心甘情愿呢。不错，我要走啊，走。哎呀，不行呐，不行，此去深沉，山高路远，我囊中无钱，身无一技，倘若流落他乡，日何是人？哎呀，我去不得呀，我去不得。王深沉，路地沉，多少长亭更断了情，山有高，水有深，我前寸不言难行。囊中无钱，不可贸然前去，待等来客，我再去赶考啊。哎呀，不行呐，不行，想着乡试大比3年一科，我今年已然55岁了，还有几个3年好啊。等哎呀，难道是我就做一辈子的白头秀才就是这样穷困潦倒，落魄牺牲，只得是这东倒西歪的茅屋，穿的是这样的破衣，收的是这几本残破的旧诗。哎呀，反省呐，反省，难道是你
就老死床下了。此时范相公，我们哥俩瞅您这两天失魂落魄，愁眉不展的，莫非要到省里讨回乡事吗？吾有盘费去不成了。巧嘞，今儿个我们哥俩呀在城里请了一支会，凑了一两四五千银子，您瞧够不够这趟路费的呀？重生父母再造爹娘，哟，快哟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母亲快来，母亲快来！怎么样了？孩儿有了银子了。哪里来的？二位大哥送的。二位大哥，请上，受我婆媳一拜。老伯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哟，天儿不早了，范相公，您赶紧走吧。是，告辞了。辞别了同张林，浪马路上
相公慢走啊。老伯母，范相公啊走远了，您也回去吧，我们哥俩跟您告辞了。秀才归蓬蒿，家一怀又搜挖腰。来，六考场去者啊！来到考场。时间到，锁门贴封条，封门贴满呐。哎呀，门官老爷啊，说我一不来迟，你放我进去。不能进去，干饭费钱不能进去，放我进去，不能进去，我去哪里？三声炮，号砰金敲敲。有人再迟到，神鬼也不闻饶，封门。
三长一臂，九日功臣，七封八锁，开了大门。下小睡不安，累得我腰痛腿又酸，餐餐吃的家生饭，顿顿无香豆腐干。天命无辜交了卷，且惜三餐也考完。不知念官见不见，只考大人劝不劝。阿范念兄，你考的怎么样啊？哦，念兄，这是我的底稿，念兄请看。啊，列位念兄，念兄，艰苦的职考大人出的题目与去年县考招学道大不相同了，确实美妙。你们看他二人，一个高的，一个矮的，一个胖的，一个瘦的。一个是火沉沉的长脸，一个是红彤彤的圆脸，一个是老花眼，一个是近视眼，一个是满面花白胡须，一个是撩光白花，他一根胡子都无有。他二人既然年纪相貌大不相同，这看文章的眼力们也就不一样了。周学道所上是称赞的，这位职考大人未必中意啊。范念兄，我看你们中与不中，此事焉能预料。不念兄，你的文章想必是得意的了。哎呀，念兄啊，艰苦的职考大人出的题目出于何处啊？我在长安就找了这个夹带，怎么找不到啊？你再找上一找。啊，不错，再找上一找，找上一找。哎，这里怎么断了一篇呢？不错，真是断了一篇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我兄弟的奶妈将他撕了下来，洗了鼻涕了。哎呀！这个老东西，我好端端的一个巨人，被他这么一心就心掉了，回去要赶紧补上才是。哎，再补也来不及了。哎，你哪里晓得，进可不中，下可还是要用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几日我们的罪受够了，连中秋节都耽误了。少时我们去至江边，雇上一只大船，打上几斤好酒，炖上两只肥鸡，我们吃着喝着，累了么就躺着，一帆风顺平安到家啊。列位念兄，你们看如何吧？就依念兄。阿范念兄，你是怎样啊？我只好步行而归呀。啊，是啊，范念兄年纪大了，这安步当居是最稳当不过的了。如此我们先行一步了。请。朕的是功名成就未可知，待得来日放榜时，不知举人落水手。啊，范念兄，你回家安步一当居。
修文之言，今恐我们又算无望了。腹中饥饿，用腰中仅有的三文钱买了两锅面食，默默充饥。店家言道：“本城秀才只有不秀文一人得中，此事不知是真是假，不免回他家去慢慢打探。”便了。食材店家一番话，翻进心中乱如麻。此事是失了家，急急忙忙转回家。看前面有条小河，我身无分文，怎样渡河？大鱼啊！船家将船摆过来。来了。啊，客官，干是要过河么？真是，怎奈我身无分文，不知老丈可肯渡我么？客官是哪里话来？像你我俱是吃这条河的水，是什么肯与不肯？快快上船来吧。是是是，多谢了。啊，客官，看你手提靠栏，莫非是进神相识回来么？真是，本城秀才早已到家，你怎么刚刚回来？听说神臣依然发了榜了，家上也有卖提名录的了，包子们也包过了。啊，老张，可曾听说本城秀才哪一个中了？听说不秀文一人得中，
从今以后就要叫他不老爷了。可曾听说还有旁的秀才无忧？这倒不曾听见。啊，客官，船已到岸，下船去吧。船已到岸，快快下船去吧。是是是，多谢了。陈秀才只有不朽文一人得中，此事是真的了啊！向我落地而归，有何面目去见我那母亲和我那岳父？哎呀呀！偏偏岳父又来了，碰着了！哎呀，这！人要富是猪要肥，人要捧是猪要吹，人不富是穷鬼，猪不肥咽火腿。啊，岳父哟，这不是新科举人范进范大老爷吗？哎呦哎呦，高中了，家里头可都给您准备齐了，有上等的酒席，锦缎的被褥，还有高楼瓦房、大骡子、大马、大轿驴、花猫肥狗跟胖丫头，可就等着您去享福呢。哎，范老爷，您把考篮交给我，我替您拿着。拿过来吧，范老爷，我替您拿着。哎，拿过来吧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呸！你这个现世宝，你个穷鬼！你胎里穷，你命穷，你连这根根头发都穷，不叫你赶考去，你背着我又去了啊！好不容易给你找件家官，人家找不着你，他又退了不是？哦，这往后你还吃累我呀？我早就打听过了，省城里头也贴了榜文了，街上也有卖提名录的，豹子也都来过了。咱们城里呀、啊，只有人家卜老爷一个人中了。人家张老爷跟卜老爷，那都是天上的文曲星。哪年买我的猪肉，不买他个千儿八百斤的啊？你瞅瞅你！你瞅瞅你，这副穷酸相也配当老爷？我说你什么好啊！我呀，甭在这儿跟你废话了，我还杀我的猪去呢！你赶快回家瞅瞅，你妈她都快饿死了。才见。
冷水浇头，母亲请来，母亲请来，孩儿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孩儿回来了啊！家中依然断炊，你媳妇解密为婚，你快将那只生蛋的母鸡拿到集上去卖，为娘也好充饥呀。哦，是是是是。Thank you.
喜马路飞，马路飞。起一声响如雷，响如雷。昨日贫穷今富贵，几家欢笑几家悲。伙计请了，请了。今有范进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七名雅员，你我前去报喜。哎，来到三岔路口，咱们该走哪条路呀？是啊，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呀。看柴哟，哎，有个桥哥，问问去，问问去，问问去。桥哥，请了，请了。请问范进范大老爷家住哪儿啊？你们穿过集镇，绕过小桥，门前有棵秃槐树，就是范进的家哟。得嘞，谢谢您了。好事，伙计，走吧，走吧。是以范念兄获喜的吗？真是。日此我们一同前往。请。为人不可烦恼下，海水不可用啊。
中好啊，比提了一个大鞋房，老范进也上了榜，我有面子他风光，从今和我二人常来往，遇着事情也好商量，我抬了一点酒，杀了一只羊，知道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场啊。秀才，蒲老先生，你们今日何往？我等前去范老先生贺喜。日是三位秀才前来献喜，不敢，还是蒲老先生献喜。好，日是我就献喜一步了。张仁兄，三位秀才，张老先生，待定这般厚礼，敢莫是与范仁兄贺喜的么？正是。日此仆仁兄前来献喜，不敢不敢，张仁兄献喜，日此我得罪了。就是这儿，下马，下马。嘿，伙计，慢点，我先去瞧瞧，瞧瞧去。嘿，有个老太太，
报喜呀、啊！报喜！报喜！报喜！贵府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七名雅员，明年金榜题名，状元及第，高官得做，骏马任骑，豹子不远千里，马不停蹄。老爷心中欢喜，多加赏赐，报喜喽！报喽！报喜喽！报喜喽！报！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不是有个人吗？哎，找找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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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伙计。在那儿呢，赶紧请出来吧！哎、请出来吧，请出来请！老太太，您请出来吧！您出来吧！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您请出来吧！出来吧！嘿，老太太，今有范进范的老爷，他高中了。怎么，墨儿他得中了？哇，范老太太，哎、我们给他跪下了，跪下了！哎、老太太，您起来，您起来，您起来！老太太。这是报帖儿，我们给您悬挂中堂了，悬挂中堂了啊！哎呦，老太太，这张敬斋张大老爷、卜修文卜大老爷一同给您贺喜来了。哎，老太太，您请进来吧。有请，快快有请。有请啊！伯母，伯母。伯母，伯母，啊，老伯母，恭喜伯母，范仁兄高中了，我们大家贺喜来了，大家同喜，请坐。啊，伯母，范仁兄往哪里去了？他往集上卖鸡去了。哦，快些将他找回，我们大家好与他贺喜呀！待我将他找回，将他找回。送伯母。仁兄，张仁兄，此番范仁兄高中，真乃桑梓之福，乡里之光。如今他的文章已被万家所颂，但不知你等见过他的高低无有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范仁兄的文章真乃是奇臣专和，均有法度，抑扬顿挫，字字珠玑，可算是天下第一等好文章，小弟佩服，佩服得很呐！三位秀才，张老先生，你等要将范仁兄的文章多多揣摩才是。我等正要拜求窗高，早晚也好揣摩诵读。这便才是。墨儿他回来了。哎，范相公，您快走吧。我乃伤心之人，你们不要骗我。哎呦，没骗您，您瞧，枯槐树上还拴着马呢。您进去吧，您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您进去吧。范仁兄，你高中了，我们大家贺喜来了。范进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七名雅员，报帖儿我们已然给您悬挂中堂了。
其中相识第七名衙员。哈哈哈哈范仁兄，你高中了，我们大家何以来了？范老爷，您给我们点赏钱，我们好赶路啊。是啊，给点赏钱，我们好赶路啊。给我们点赏钱吧，给点赏钱吧。哎，范老爷，范老爷，给点赏钱吧。范老爷，范老爷，哎，范老爷，你给点赏钱吧。范老爷。看他的样儿，好像是疯了。我们大家赶上前去，赶上前去。范相公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官卿？我是官卿啊。范相公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古柏？我是古柏呀。这不都认识吗？嘿，哎呦。
什么呀？船长好字字锦绣，这不风化吗？船口绕绕秀才独占鳌头，听听，独占鳌头，这不是风化吗？叫差官员工被叫伺候，听见没有？我成差官了，我成关公了，让被叫了，那就背着吧，被叫吧。上轿了，哎，撩轿帘儿，抬起来，得他又下来了。是怎么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是他呀考了这么多年都没考中，这一中啊一高兴他倒疯了。高兴怎么能疯喽呢？你二人讲些什么？我们没说什么，我们就是说您既然高中了怎么不高兴啊？哎千里不断，我们哪儿敢呢？人分富贵，火拼大钱，往后甚嚣
朕命苦，刚刚得中他就疯了。是啊，刚刚中了怎么就疯了呢？哎呦，亲家母，恭喜你了。我听说姑爷中了，我正在那儿杀猪呢，这不放下刀我就来了。哎，他怎么又疯了？哎呦，张老爷，哎呦，卜老爷，你们哪国有治疯病的旨意无忧？不日与他念上一段易经。他又不是被鬼怪迷之念的什么易经呢？莫若灌他些大粪吧。他又不是吃了砒霜灌的什么大粪呢？哎，列位老爷，小的有个主意，不知使得使不得。快些讲来。范老爷，听说他高中了，上来了一口痰，他迷住了心窍。这会儿啊，找一个平时他最怕的人过去跟他说，范进，就凭你也配做举人？你也配？说着说着，啪，给他个大嘴巴。他也害怕，他一下去八成就好了。嗯，此计甚好。阿婆母，但不知他平日最怕何人？他最怕的么？是啊，他平时他最怕谁呀？就是亲家你呀。我？哎呦，那可不成啊。她虽然是我的女婿，但如今她中了举人了，那就是举人老爷。我常听人家说呀，那举人老爷那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谁要是打了天上文曲星，要被阎王爷知道了，要打他100铁棍，还有压在18层地狱下面永不得翻身的。哎，我可不敢，我可不敢。哎，我说糊涂户，你每天杀猪，白道的进去，红道的出来的，要是让阎王爷知道了，你得挨上100条铁棍啊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么个说法啊。哎呀，亲家，你要救他一救啊。哎呦，亲家母，我不能打呀。胡胖子，范老爷得了疯病，你若不打，上司怪罪，我就拿你试问。哎呦，卜老爷，我不敢打呀。糊涂户，不必害怕，你若打他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他就是老爷了。你若不打他，他的病不好，你的富贵也就无忧了。是啊，富贵要紧。好，我打。哎，我先喝口酒。对对，壮壮胆儿，壮壮胆儿，壮壮胆儿。身上亲命的大纸套，
之恨问我走一遭。哎呀，荒唐，真是荒唐啊！我只顾只靠嘴公道，兵下帐臣有一条。哪一条？不过无事我一概都不要。哪个笑你穷啊？我要考你呀、啊！考我何来？我要考你哟、啊！我定下问题叫八十步，句句对仗听得要跳，考得你昼夜把心写好，考得你打好青春等闲抛，考得你不分鸟和草，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考得你头发把牙齿穿掉，考得你弓背又驼腰，年年考月月考破，什么了？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喽！你瞧，我说打不得不是，动不了了。揉吧揉吧，你揉揉揉揉揉揉。钱我们好赶路啊。是啊，给点赏钱我们好赶路啊。只顾小弟代办，这里有纹银一两，你们拿去吧。嘿，伙计，折腾半天就给一两银子。嗨，走吧。哎，这不够啊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呦，贤婿老爷，不是我要打您呐，是老太太贪让我给您治病来啦。小弟备得喜酒与范仁兄贺喜。多谢仁兄。小弟送空宅一所，两亭伯母，乃官请姑伯所中。官请姑伯有。你等租住我的田地，至今怎与范大老爷还不相欠，见过范大老爷？是，参见范老爷。罢了。嘿，他也端起来了。来呀，与范老爷进行。是喽。
不要，我也不要啊。伙计，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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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伙计伙计伙计，回来回来。那边啊，走的都是老爷，咱们得走这边。得嘞，走这边。